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各位好，欢迎收看诗书画，我是曹可凡。今天啊，是24节气当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过了这一天呢，新的农历年就很近很近了，天寒地冻到了极致，春暖花开也就不远了。这真是大自然非常有趣的辩证法。咱们以前说过啊，根据这个气象部门的统计呢，多数时候大寒还冷不过小寒，不过这一天呢，却是标准意义上冬季范围最大的时段。老一辈的人早就发现气候这个东西啊，好像有那么点儿反弹的能耐，或是变本加厉的功夫。假如这天啊，你没有感觉到冷，相反还有点暖和，哎呦，这可就坏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大降温的一个先兆，该冷的时候不冷啊，都给你记在账上。这是俗话说的一日赤膊三日头缩，又叫做大寒不寒，人马不安。人马倒也罢了啊，关键呢是地里的庄稼，像冬小麦啊、油菜什么的呢，必须要保持一定的低温，否则它就无法生长。今天有个词儿是从大寒里头来的，年底了，很多企业啊都要办年会，大家伙忙了一整年，到了聚聚的时候，这个年会呢，我们通常叫做尾牙年会。为什么叫做尾牙呢？过去啊，福建人祭祀土地公，三牲四果的摆好之后，拜完了，这个东西不能糟蹋了，还得拿回家，大伙儿一起分享，打打牙祭。所以慢慢的呢，当地人就管祭祀土地啊，称作为做牙。这做牙的次数啊，还不能少啊，从2月初2开始，每逢的初2和16这两天啊都得去。这样一年里头呢，头一次祭祀，也就是2月2这一天呢，我们称作为叫做头牙。那最后一次祭祀，也就是腊月16这一天呢，称作为尾牙。头牙善始，尾牙善终啊，吃过了尾牙这顿饭呢，这一年啊就算是善始善终，人呢也会觉得更踏实一些。那你去查一下这个日历啊，腊月16正好就是大寒的节气。所以很多传统说起来呢，渊源古老，意思长新。大寒应景的诗词啊有不少，但是有一首咱们非常熟悉的小诗，估计我说出来你就会感觉别无他选，那一定是他了。这首小诗呢，就是柳宗元的《江雪》。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刚才为大家朗诵的这首呢，就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江雪》。现在呢，我们大多是用普通话来朗诵古诗，可是在古汉语当中啊，这其实是一首押入声韵的绝句。入声韵，比如这里的绝灭雪，按照这个入声韵呢，应该念绝灭雪，发音短促坚决，一般呢用来是表现萧瑟、冷寂、孤独，啊，或者是决绝的情感，是古典诗歌语言里头，啊，一种特有的形式美。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古音啊来读这首诗的话呢，这个味儿是这样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大美诗书画，笔墨中国风。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大寒，咱们特别啊提到了一首应景的诗《江雪》。
很多人读了之后呢，感觉特别有画面感。那其实中国的美术史上还真是不乏取自这首诗意的绘画，比如这幅相传是南宋画家马远所绘的《寒江独钓图》，就堪称呢是这首诗的图像注解。所以我们可以边品诗边赏画，诗题就叫做《江雪》，但是呢头两句既不写江也不写雪，而去写四周围飞鸟绝迹的千山万岭，行人绝踪的大道小路，仿佛是一个包裹天地的大全景。虽然没有直接描摹，但是呢从千山万径这样的宏阔空间和鸟飞绝人踪灭的寂静景象里头，写出了江雪的魂魄，写出了天上地下一片白茫茫的萧森的寒气。三四句呢逐渐聚焦到了江面上的一位渔翁就像马远画当中的这一位有笠帽有蓑衣，稳坐孤舟，身体呢稍微往前倾一下，正在聚精会神的垂钓。天寒地冻，万籁俱寂，这一叶孤舟，一介渔翁显得是如此的渺小，如此安静，但他仿佛已经浑然忘却了周围大寒的环境和自身孤独的处境，把笠帽蓑衣丢开，只专注钓鱼这一件事。你似乎能够从他这个身上读到一种天地间顽强而自在的坚守，一种孤高傲岸的精神气质，甚至可以说是凛然不可侵犯的风度。马远作画呢，是善于利用留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乍看起来这幅画的构图似乎过于简单除了用线描画出的扁舟渔翁以及淡墨勾出的几道水纹之外四周全是空白。但越是这样，你就越觉得是空白不空越有一种寒气逼人、江天浩渺的意境。这就是中国水墨画最最高级的地方，虚实相生，既白荡黑，所有中国画的奥妙都体现在这里。画面还隐藏着一个小小的秘密我们需要放大了之后才能看见这个细节我们看到这个渔翁手里头的这个钓竿居然是带这个转轮的机械化的设计。我们很难想象如此现代的这个钓鱼工具居然在宋朝人的手中就已经开始使用了。